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，由台中市丰原慈济妈祖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主办2018丰原慈济杯陆上龙舟行2018丰原慈济杯陆上龙舟行将于6月3日上午8点登场。只要是丰原区各邻里、社团、学校、公司行号等皆可组队参与，最高奖金有6000元。欢迎大众踊跃报名。主办单位指出，陆上龙舟举办以来就民众热烈回响，此次竞赛地点为慈济公妈祖纪念公园篮球场丰东路539号。竞赛类组需年满14岁到60岁，女生需2位以上，10人一组，韩夺标手及候补一人，限24队。本次比赛去前8名分别颁发奖金、奖杯各一组，冠军可获奖杯6000元，亚军可获奖杯奖金4000元，季军可获奖杯奖金3000元，殿军可获奖杯奖金2000元，及优胜队伍4队可获锦旗奖金1000元。欲报名民众可到东兴街46号或电洽04-2520-5190江总干事，额满为止。